你问我流行，流行是什么？流行从来就没有明确的定义，流行是剪裁出自己的审美，流行是从不停止发现。流行是不满足于平常，是要爱就爱到极致，是让全世界都看我，都看我。你和我在这里，流行就在这里。来美丽说，发现流行，占有世界。